再来看，就是台北松山机场的第二航厦，对今仔正式启用了，所以过来线，而且起降的作业起码拢刷加这个所在来做实施，所以这国际线和这国内线起码拢是分开的。啊，不过未少旅客是感觉讲哦，这新的航厦应该是跨国更，啊，不过有老人表示讲，新的报道柜台啊，无亲像永邦遐尼方便，会当随时都寄行李。松山机场第二航站正式启用的第一天，透早这柜台人士扣扣扣，全新的报道柜台甲过去是无啥共款。民航局考量着成本，报道柜台无托运行李的设计。这小姐带爸爸妈妈坐过，搁着行一段路去托运行李，感觉是无介方便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动线有点不方便，对。事实上流程是比较不顺，如果说可以像以前这样子直接 check in， 然后行李就直接让他拿走，这样子是比较方便的。有点不习惯呢，以前是在一起的。对对对，当这样地方大，明亮很好啊。新的航站讲，为报道甲登机只要200步距离，要提供旅客有效率的收到商务机场，嘛引进便利商店要卖甲市面上同款介绍的物件。但是这新的航站启用的第一天，还是有旅客是无介习惯走唔到航站，或者是找无登机门。交通部长莫迪国表示，会加强动线指引。他可以在他的那个所属的柜台前面摆个人行立牌之类的啊，我想像这些小地方啦，我会建议大家哈也来提供意见给我们啦，我们再来做这种小地方的改善。过来线搬新厝，等在筹备要复飞远东航空，嘛派出空服员到场宣传。远东航空表示，一定4月18日头一只过来线班机会正式起飞，航点是金门。另外两块航线嘛以包机的方式来向主管单位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